党内做了多次的民调，他可以稳健领先民进党。是谁让主席有信心收复失土，打败民进党？一个人造反，一个人造反。国民党新竹由现任议员林耕仁出战，原先有意角逐的立委郑政前也高举双手喊团结，而几乎同时间，对手民进党人选也拍板。林智坚市长第一时间与我讨论参选可能性，我没有一点犹豫，就决定挺身而出。不管执政优势或者是空降人员，我想我们都欣然的面对。毕竟民众党高虹安选新竹呼声高，选战小组召集人蔡碧如也说她是柯文哲心中最佳女主角，届时绿白双红对决，林耕仁得极力化解被边缘。而年底两党选战拼图逐渐明朗，除了新竹敌定外，基隆将由谢国良对战蔡适应，桃园的部分张善政对上的正是现任新竹市长林智坚。未来我当选桃园市长，我一定会延续文灿市长五星级优质的施政建设。而极力弭平党内异音的张善政行程也跑得勤。民进党不管提名什么人，只要是真心要为台湾桃园来打拼，都非常欢迎。桃竹人选抵定，但苗栗仍卡关。议长中东锦北上找朱立伦谈了40分钟，但党中央仍属意由徐志荣参选。选战倒数，各党战将拼图一片一片逐渐成型。电视新闻李国珍、台北参谋导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